As if hope was a pill or a bottle or a phone that could hold me, heal all my sorrow, but still nothing upholds me and frees my tomorrow like you. Ooh. This is 中立附近的停车场，想要去中立夜市。看看有什么素食的东西可以吃。中立夜市，很多人哦。他们的那个地瓜球看起来比林口那次的好吃，这种比较好，比较空，空起来。你要怎么办？没鸡腿。不要叉子。小份。谢谢。好吃太多了。今天好吃哎。对啊，这种好吃。草莓。直接吃还是带走？直接吃。来就直接吃吗？他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带走，他就立刻帮你吃，帮你吃完。直接吃哦，直接吃的，对，谢谢。什么东西可以直接吃？这个糯米纸是可以直接吃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包，可能是怕你用的啊。奇怪吗？他说不会啊，这样把包起来。嗯，草莓好好吃哦。下一个我吃，你才吃得到草莓。番茄也好好吃哦。草莓是甜的，超甜。香菇、杏鲍菇、玉米笋，还有一个呢，袖珍菇。要吗？我要150的。我要香菇、杏鲍菇、袖珍跟玉米笋。可以等。你要吃什么味道？我要椒盐跟芥末。嗯，两个就好了。对。你们是 YouTube 的。会吗？你们会上影片吗？会。烤面筋，老板可以跟你要一张卫生纸吗？我考虑看看。开玩笑，不要客气。哎，还要问？不好意思。还有这个哦。谢谢，这边有袋子了。好好，先吃下面筋。好，等一下。是脆的。啊，速度。Vegan。你要点什么？要一份。巧克力跟肉桂。好，可以帮我装这个里面。可以，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暂时脱离人群，要找个地方吃个东西。我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。嗯。反正是好吃的，好吃它的酱。嗯，口感还好。它日式酱蛮好吃的。要吃 churros 吗？杏鲍菇，咸的先吃。这家的杏鲍菇都很大个，超大个的，嗯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玉米笋好好吃哦，嗯，好喜欢玉米笋啊，香菇。玉米笋很大的，一条条。你看，完整整条，这超好吃。因为中立夜市这样吃就很容易饱。因为其实我们也只吃了地瓜球小份的，然后一个汤。跟这个炸物，还有买了刚刚的那个，那个面筋，烤面筋，然后再来是西班牙的那个 churros， 而且还有写 vegan， 对，这样就好饱，嗯，好吃哦，推荐，其实我们买到的都还蛮好吃的 ，churros， 耶。肉桂跟巧克力的
这个应该是巧克力，它好像现在吃下去就感觉没有像上次那样这么的脆。哦，上次那个就算带回去冷掉了，它还是好吃。上一次有沥油机啊，其实还 OK 啦，可是上次那个口感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个冷掉一咬下去都还是那种矿石矿石的感觉，嗯，还 OK。这个比较偏扎实 Q 弹，我觉得它的面糊中间比较实的，嗯，大概再久一点点那种。嗯，肉桂好香哦，好好吃哦。但比起来，上次林口真的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个算是尾巴还是开头？其实这就是开头，可是我们都从另外一边开始。这边才是开头。这边是新民，靠近新民的。我们是从中立高中那一头进来。有多少车都在排队要进来？塞车，这边真的是太多人，很可怕。吃麻球，时尚玩家推荐。绿豆沙，西瓜汁。喝西瓜汁吗？那边太冷，其实不适合。啊，很好喝哎！好久没喝了。很止渴哎，刚刚的那个油腻感一下都消掉。这是杨桃汁。嗯。速战速决。我们是几点进的？七点，本来逛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多小时。大概一个多小时。素食可以吃的东西还是真的太少，都是一些炸物。然后很多都是蛋奶素的。